去。面前来做呈现哦！哇，老师跟我说了一件秘密事情，就是原本这一首歌曲可能没有这么的快速，不小心放到2倍速哎！掌声鼓励来一下。老师还是完全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的？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老师的专业哦。老师手指还可以吗？手指头等一下会不会有点破皮？还可以哦，还行哦，还行哦。哦，2倍速真的。